超绳。现在我们看到阿利博尔的整个这个状态呢，周一现在还打不开局面，反打和泰拳的局势。哇、哦，这下好像有点生气啊！哎，哇，你想把我扔出去啊？哦，两个人这么打真的是非常的激烈。左右的摆拳扫踢，周一距离感，哇、哦，漂亮，打晕了，退了，退了，要坚持住。对，哦，反手小上拳，示意对方直接两个连膝，反手抱拳，再把对方打起来，典型的蒙人式的不帅。斩平了，斩平了，对手斩平了，有机会，两个扣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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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哎呀，手抱高、哦，小心左手乒乓拳，不要着急。小高、哦、连续上高，低扫，手拿高，手拿高，不要着急，手拿高，手拿高，对。左右右手拿高，摆拳，吸吸，对方打佛，上高，上高，手拿高，右手拿高。动作很快，打起了伞。这是刚才那个好兄弟的真相。哦，转身，两个人开始拼，我们看拳法，起了伞抱地下，对方要压制左断头，左断头骑上了。如果你热爱搏击，渴望在擂台上实现梦想，获得荣耀，来这里，大东翔搏击俱乐部，中国搏击界黄埔军校，我在这里等你。